大同景德镇做的还好。应该找到报告。我们现在大概有三十年的领先。可能我讲话比较夸张点，但是这个是事实。不过你们是一致性的夸张。但是我这两个所以就是证明。没有证据。哇，需要这个漂亮。这些点一点点，应该就差不多。哇，这么漂亮，这个。好。嗯。台华是。台湾的光华。华字好写在这边了。对，可以，没问题。